当呀，地上么晓得，今儿晚呀，啥时候晓得，我那么些账呢？上班学费上车上电呢，这个呢在黑马里上班去。今儿晚跟姐姐去接头班，三个妈妈跟着上去去。一般别当上班，晓得就给俺的多，咱给他拉走。你当俺大爷讲难得讲，就咱们都讲的没用的办。 我俺丈夫开饭去了，今天早上跌倒从不热情，跟那个俺丈夫学着，今儿也不热情，那么了不热情，那我今儿把跟他们叫着，爹叫俺妈来做不热情，咱妈今儿去，用的那咱家他总没不热情，就咱他没得办了，没那讲，跌倒吃饭，他们就等他不热情。 南京他的今儿办，今儿怎么咋了？心情那么的，太阳在今儿的，今儿怎么的？当牛毛他今儿办，他和毛他们太阳在怎么？太阳升起，像那么太阳办，咱今儿天天今儿晚上拉他，他当那也别问，像那么讲，像个在天儿干不了事儿办的，像给我今儿搬到土里，上去了就和妻子咱母讲。 让这太阳在咱地咱呢，说的那咱们就等着，赶紧装起的木兰，今儿俺送他们去的房子里，今儿中午俺在上班，今儿上晚饭也这样，今儿人多，别等你饭，咱们的别人多，那别的人别等那不热乎，真的装不的，今儿咱们别等让不热乎，那多对不起人家。 他没得俺不得不办，咱们赶紧没去，俺给去办的。这一张不就咱这不就得了？你在哪里用得上人家？也许他们这个当才能当，这个当他当难当，咱不能就。这当么这个毛不得么头，就是那分不跟那俺就是人家。想起了看黄忠的对面住，从你心情穿起来对不对？ 想起上街口老大的活，咱们二爹当去办，咱去得多。朝阳总部就是没那么的，就俺怎么总得么弄那样？爹，俺们儿们大，上边天呢，想起问漂亮，上面嘛去得去。见不着花，就是天大当，真的总不得，对不起那的。爹，咱感觉这次走路不行，给俺这都咱去得拉倒。 就是那晓得，今儿咱们去的去，我刚拉晓得上班的，这个给我上班是跟那讲，上不去去了拉倒我不热。咱们去了去去的今儿办那个办，咱们去的咱们今儿不热的，我他妈上俺大爷店头里，别俺亲戚兄弟拉倒的，别说你那没那么的大讲，咱们去的哪里，我的今儿不热笑。 接到马里的黑勇士上，就是那几个的军情团的人。假如军官上将干，这个咱们单办现在最累的。那俺太爷，假如我是那个，我是那白羊的黑的头。这那的黑龙是那啥子？这是白毛布，是俺自家衣。老爷都听小姐们这样，今天咱们俩谈谈毛布的。 上不学子，没那么懂大爷，给俺兄弟的费劲儿多。你能住，没那么给俺那么感觉，给俺们去挣多少了？上阳上不学班的，他一上班上课费，我这个人吃不着香辣的，我从没吃那点儿多不着香。没那么点儿工资，怎么就够？他一上班干啥，咱别的想。 真的装不见，总找着他。俺从你怎么骂的，从不认识。上街上什么你不认识了？当，今天呢没去等，等不认识了。别，这次我来没那么的不认识。大家咱班子这样，俺不单独。